养大养鱼的，养、啊、养鱼不是不是杀鱼了吗？啊，就是大黑鱼，给包饺子剁馅的。啊，我们家搁吉林那嘎达都超度了。超度了那个鱼不是那么多吗？啊，那么多鱼。啊，还有就是超度大黑鱼，跟你学佛明白了，那些鱼还没明白呢。啊，还有很多都没明白，还有鱼给杀心的动物。有的明白，有的没明白。没明白就闹一家，你丈夫的拙呀，有你闹的，你有病啊，都是他闹的。所以家那房子也是养鱼盖的，养鱼钱盖的。所以你家里不顺利，就是他们三生来的。所以你们俩自己互相打仗不和，都是。刚才鱼就讲他的，讲的你家里面老爷养杀他们那个痛苦还有果报。你老爷子也是被他们给磨死，你丈夫也是他也磨的，你这是学佛心诚，要不你也就没命了。就是为财丧命嘛，为财害命嘛，杀人害命，就这事儿。你家是吉林德惠的，德惠什么地方？太阳。吉林省德惠县太阳台的公社。嗯，太原屯公社，吉利乡，吉利村。嗯，也是。你的合法屯，你看那个，有个那个我们那个屯叫合法屯。你叫梁啥呀？梁翠祥。啊，我知道你妹妹叫梁什么？梁燕。你老大呗，他老二呗。啊。嗯，命苦啊。嗯。你命苦啊。这个大姐吧，从来不爱说话，不爱吱声。我去那天上他们赵头去，她上她妹妹家，那感受吧，我也不爱吱声。你刚才说的话老多了哈，她说不爱吱声。我去那天去一句话都没说。你知道吗，师傅？我要找你，我家这事儿成多了，我现在找你说说。你知道我咋想的吗？嗯。我本人这样的。我寻思你开做法会一天了，我怎么能跟师傅说呀？有啥事哥哥解决吗？人能给你解决吗？人多累呀，我这心受不了。是啊，我真的敢说，不能说。你看他们都问我咋说的，那师傅都够累的了，你再说那不加麻烦吗？那自己就你不是学就这个，就你这个问题不说解决不了，你不说跟那鱼怎么化解这个冤孽啊？这么说这样想的，你不说念佛能超度吗？这心念佛吧，这不是你说的，这不是你要说的，这是鱼要说的。嗯，对，我就那样想的，我这人就。